更好，谢谢。我就是不希望我那巴拿马，我的是巴拿马。稍等一下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德国来讲，他们纯粹就是看时间，你尽量不能够超过十分钟，就这样。你要距离多多远，这个是决定的。哦，很多，六千六，很多节目都有。我要是如果像他们讲，有一个聚焦会，我看那个人就是他们会讲，哎，要多拉多拉多，那个时候我就说，今天如果我一台是两焦，它是很不错的，像这些是好的，它的表现也很不错，那只是去解决那个空气的问题，可是我还是其他人的，比如像这边这个温室。你看，你看，现在要听东西。好，是这样子。那同样是树哦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，然后在往公里走，那也是这样，同样是。然后，但是这边它旁边就是凯迪，凯迪六公尺高很，那个它还，你看那声音就这样卷进来，然后有个回音。然后我们有次也是要带那个渔民好朋友要去看鱼池，因为他刚好在鱼池旁边，我就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 reference 要去看，然后走到那边就很兴奋，现在搞什么的，好。对，就可是可是渔民他觉得无所谓，因为平常那边没有人，我作业的时候我也只是短边在那边，就是不介意这件事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微环境要考虑，然后跟周边整个生活的那个整个作息也要考虑，不是那么简单说几公尺几公尺的问题。哦，对，有人说刚才是台湾中大冬天，夏天用电量高，按关键。我会说最没有错，因为夏天发电量比较少，然后很多在冬天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维持弱势？但这个它是怎么样对我们能够有帮助？他好像也提到的战略性思考，用全国的公司去跑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。也不要说我们要，我们再跟人有个想法，他只是想法。我要，你不要只是把公益发电拿出来看，你看以整个公司来看，比如说，像我也常问这个问题，那没有公益，外面没有公益怎么办？问过台长，我们说啊，像这样的反应，240，你觉得啊，天不然能啊？那你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战略思考去想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。你要想的是说，我夏天没有那个，我说没有，我要怎么办？我的下一个问题应该就是这一个，而不是说，你夏天风很少，那你去。我们所有的店都是比较场内。这是我的吗？嘿，这是你的。这是第几杯？对，第二杯。第二杯它是还有你的巴拿马是下一杯。哦，我是下一杯。好。这台电乱用点，关他。这件事情我必须说，我一定要帮台电说一句话。用是你用啊，因为说实在我们的那个，我觉得节电做的不是。